这个岛的面积有30平方公里，相当于7000多个足球场的面积，找一个普通的人都非常困难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精神精神啊，不要打瞌睡。现在幸存下来的队员还剩下不到一半了，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了。同志们，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啊。吴队，我觉得您这个游戏规则制定的还有缺陷。你说。你只规定了这个游戏的总任务是从36个人中淘汰掉28个，但是你并没有规定每个人的任务。那就是说，我也可以偷懒，只要躲起来不让别人发现，等他们把身边的敌人都消灭干净以后，我依然可以胜出。我现在就发现已经有人钻了这个游戏的空子。你看，现在幸存下来的队员手中每个人至少有1-2条人命，唯独那个叫林涛的，他从游戏一开始就猫了起来，一直没有出现过。像他这种躲到最后有可能一个敌人都不用消灭，依然可以留在这8个幸存人员的名单里，这对别的队员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我来帮他回答你这个问题吧。你以为这场游戏只是考验队员之间的对战能力吗？那你就是大错特错。这场游戏就是要把每个队员的特点放大。林涛擅长隐蔽武装，如果他藏起来，你从他身边2米处走过，你都不可能发现他的身影。难道躲躲藏藏也算是种本事？躲躲藏藏不是本事，但是把躲躲藏藏玩到极致，那就是本事。我问你们，我们在这个岛上安装了几百个摄像头，从游戏一开始到现在，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，有谁发现了林涛的身影？有谁？嗯？从游戏开始到现在，这小子就像水蒸气一样蒸发了。请大家注意啊，从队员们身上的信号发射器确定的坐标误差不会超过10米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林涛就藏在这方圆10米的范围之内。你们谁眼尖啊，能帮我把这个家伙揪出来？难道这小子还真会隐身？伪装是侦察兵的基本技能之一。这场游戏，每个队员多多少少都用了隐蔽伪装，但他们只是躲过了一时。林涛如果能从躲到尾，那他就是高手。这8个幸存者的名单当中就应该有他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听说林涛最擅长的就是户外武装。人们给他取的绰号叫做隐形人，他到底是什么背景啊？别听他们瞎忽悠，啥隐形人啊？在海训场的时候，有一次他来训练，晚上我把他灌多了，他跟我说了实话。小的时候老有大孩子欺负他，他又跑不过人家，他就只能找个旮旯藏起来。久而久之，他就特别会藏。他藏起来，只要不是自己饿得不行了跑出来，别人1个礼拜都找不着他。这么大一个岛怎么找啊？昨天我捕鱼的时候看见一片白色的烂尾楼，旁边有一大片杂草，那地方挺适合藏人的。还有我留心了一下，那一片一直都没有响信号枪，那小子80%是藏那儿了。瞧见没，这附近肯定有人。
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找人啊。你要这么轻易就能找着人家，人家当年的打不是白挨了？再说了，等你找着他，张冲的胳膊早就残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吧？别动，龙岩。逗你呢，这是假枪，你看。我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火烧连营。在那儿呢，兄弟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吧！我都烦死你们这帮货了，整天就爱打打杀杀的，跟群苍蝇一样，躲都躲不掉。你没事吧？我死不了。我们知道你不是好斗之人，我们来呢，也不是来跟你打架的，更不是要打响你的信号枪。那你们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有个兄弟受伤了，想借你的急救包一用。你这小子还挺有心眼儿啊！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再说了，你老人家本领大，八成是用不着急救包，借我们用用呗。你小子倒挺仗义的，这急救包确实在我手里。不过嘛，我不借。为啥？为啥？我在这躲得好好的，让你们拿烟活活的给我熏了出来，想借急救包，把你们俩的信号枪给我。你要是不同意，那我只好来硬的了。没用，这急救包现在也不在我身上，已经被我藏到了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。就算你们抓了我，只要我不同意，你们也甭想救你们的兄弟。嘿，如果你们非要借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不过，你们必须要帮我办一件事儿。啥事儿？帮我抓住那个叫林子峰的家伙，让我看到他的信号枪升起在空中，我就把急救包借给你们。和你一个侦察连的林子峰，对，就是他。老子平时最看不惯的就是他了，全天下最臭屁的一个兵。他不是你们中队成绩最好的侦察兵吗？号称拿奖拿到手软。我呸！这纯属放屁。就他吃几碗干饭我还不知道，他就是爱在领导面前显摆自己。36个人当中，我就巴不得他第一个被淘汰。没想到这小子还挺能撑。啊。你看他这么不顺眼，亲手打响他的信号枪，多过瘾啊！主动进攻又不是老子的强项。再说了，这都是一个中队的，我也不想跟他扯破了脸呀。所以你要借刀杀人。一个小时前，我刚刚看到林子峰经过这片矮草垛，去了化工厂那边。如果你俩运气好的话，应该会在那碰到他。只要你们能干掉那小子，我这急救包就归你们了，咋样？林子峰，绰号猴子，身手敏捷，跑得快，海军陆战队上岸越野记录就是他保持的。他只要撒腿跑，没人能追得上，我们未必抓得住。兄弟，就照你说的做，不过你得告诉我你们中队集合的暗号。你号称猴子是吧？果然你在这儿。我们中队的集合暗号，你俩怎么会知道？这很简单，你们中队的林涛被我们收拾了。不可能，我根本没有听到广播室里喊林涛被淘汰的声音。就你也号称叫猴子，脑子比猪还笨。我们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行踪，没有打响他的信号枪。我的随身装备只是个 MP5。想要拿走，别老打我信号枪的主意。识相的，快把信号枪交出来，省得大家浪费时间。就林涛那家伙，谁都能抓得住。来抓我试试。
接着跑！ 你再跑啊！哎，侯伯，你怎么不跑？接着跑！拿着，兄弟，看他往哪儿跑。陆岩，我守着门，你去抓他。那你给我守住了。好。 守住门，跑！再跑一个，我看看，收拾不了你了，我还。 你怎么会有枪？跟你没关系。行了，兄弟，投降吧，交枪不杀。不给。你不敢开枪打我，你逼急了我，我就开枪。赶紧的，把信号枪交出来。不给。你再说一遍。不给。快点儿，把信号枪给我。不给。我真开枪了啊！打死不给。 幸亏是假枪，这要是真枪，你就杀人了，你知道吗？ 小子还挺厉害。嗯，谢了。 17号江铁英淘汰，还剩14个人了，不知道下一个谁会被淘汰，说不定就是我们。你放心，
上了我这条贼船，我保证一个不落的把你们送上岸。你又开始吹了，你做什么都是狗掀门帘，全张着一张嘴。没我这张嘴，能把你们几个都忽悠到我的贼船上吗？不好。项羽，秃子伤成这样，你好意思这么做吗？是我把他背下来的，打响信号枪，他很快就能得救，而且他现在是个废人，在这儿只能拖大家后腿。废人？我只知道他是我兄弟，我是不会丢下兄弟的。在这儿只有生存。放屁！连兄弟都不要了，还是个屁虫啊！好。咱们的合作作废了，去给秃子治伤。项羽，咱俩一对一，你要是打倒我，你想干什么都行。我张冲、鲁岩同一批入伍，一起在海训场受了2年的煎熬。他们俩不光是我的战友，在我的心里早已经把他俩当成我的异姓兄弟。鲁岩从小就希望自己能当世界冠军，去马尔斯现在是他成就梦想的唯一机会。而对于张冲来说，失败是他不能忍受的痛。我和张冲都是刘小山的徒弟，丢下张冲，我又怎么能对得起师父？为了能和张冲、鲁岩携手马尔斯，我决定向战神挑战。现在上还是等我一会儿过去收拾你？没空搭理你。打响你们三个的信号枪，游戏差不多就该结束了。三把信号枪？你少数了一把吧？小鱼，你根本就没想打赢我，你是想偷我的信号枪。对付你这种没良心的人，我就只能用没良心的办法。有本事咱们就玉石俱焚。等一等，我知道你这个人把成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打响你的信号枪比把你打倒在地更有杀伤力。把我的信号枪还给我，别让我再看见你们。我不能还给你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为了确保你不再对我们下黑手，你必须加入我们。我要是不愿意呢？以前我是邀你上我的贼船，现在我只能逼你上我的贼船了。你的信号枪从现在开始由我保管。蒋小鱼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上了我的船，我保证送你上岸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的信号枪不也在你那儿呢吗？我要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举动，你随时可以打响它。蒋小鱼他们遇上大麻烦了。这俩人我都听说过，
都是近身搏击的狠角色。这个26号伊利买提，擅长拳术，以前还代表国家队参加过世锦赛。因为招数琢磨不定，防不胜防，人家给他起外号叫鬼手。还有这个25号陈方舟，擅长用腿，他的鞭腿据说在陆战队没人能防得住。伊利买提和陈方舟也是一个中队的战友，他俩的身手不在项羽之下，一个人就难以招架，何况两个人打起来那是拳脚结合啊。江小鱼，他们这次恐怕要栽了。伤不要紧吧？应该会好一些吧。哎，现在这形势越来越严峻了，剩下的都是绝世高手，这秃子这是废了。我刚才也受了伤，这要再碰着人可怎么办啊？要是现在就来了呢？而且是两个。谁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？这不来了，多幸运，这下可以拉响好多信号枪。你们俩是说相声的吧？废话真多，来吧。耶，警察，警察，警察，耶，死了，得把他俩分开，来，走。我去拿急救包。别乱动。啊。啊。兄弟，忍着点啊。16号伊利买提淘汰，25号陈方舟淘汰。已经两个伤员了，我看你这艘破船怎么开下去。项羽，你要是想走，我不留。
赶紧走，这两枪一开，会有好多人追过来。大家注意了，现在距离游戏结束还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。现在幸存下来的队员还有11人，也就是说，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时间内，你们必须要淘汰掉3个人，否则你们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。接下来我向大家通报一下幸存者的名单。项羽，再淘汰3个人，游戏就结束了。现在你要是干掉我们3个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怎么样？14号张有诱惑吗？20号赵别废话了，赶紧走吧。21号苏卫，32号廖勇，34号林涛，36号梁小鱼。杀手榜的第1和第2干起来，这戏好看了。哎，把这段视频给我录下来啊！哎，老龙啊，别走啊！水喝多了，这好戏开始了。你别瞎起劲儿了，这俩打不起来。咱俩还打吗？算了吧，你我都心知肚明，我们来到这个岛上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留到8个人当中。当然留在这8人当中太没意思，我主要的目的是一定要拉响项羽的信号枪。看来你也是一个记仇的人。咱俩都一样。3年了，每一次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都是侦察兵全能大赛的场景。项羽让你跟我，丢尽了脸。这一天，我已经等了太久了。那咱俩结盟吧，一起把他送出局。好，走吧。这张地图我看着都头疼，这么大的地方让我去哪儿找人啊？你们几个倒好，自己送上门来。别废话了，你的对手是我。项羽，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墨迹了？打响他们3个人的信号枪，大家不都省事吗？打他们3个的信号枪
太没挑战了。打你的我倒是挺有兴趣。看来在比赛结束之前，他有幸和战神过过招。哼，我帮你吧。我也帮。他跟别人不一样，你们别上，照顾好伤员。来吧。项羽的老伤又犯了，怎么办？住手！站住！你要是过来的话，我就废了他。项羽，别撑了，只要你不拦我，让我把那三个小子的信号枪打响，咱俩就可以一起去马尔斯夺冠。先淘汰我再说。你这样帮他们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在帮我自己。那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等一下，把信号枪给我。你要干嘛？快！自己小心点。苏卫，现在我身上有三把信号枪，打响他们，游戏就结束了。你放了项羽，他最有资格代表中国军人去马尔斯。程小鱼，你打不过他，赶紧给我离开！打不过我也要打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是一条船上的兄弟。您要是上了我们的贼船，我们的贼船就更大。这船越大，它开得越稳。咱想跟您合作，是因为咱信任您。这是我的信号枪，你拿着。你放心，只要你上了我的船，我保证送你上岸。昏他是为了留他去马尔斯，我现在就先把你给淘汰了。这个蒋小鱼，这不是寻死吗？项羽都败在他手下了，他还在这冲什么大尾巴狼啊？我倒是对这小子越来越感兴趣了。
宇，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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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宇！疼死我了！哎，你干嘛这么拼啊？我还不是为了船上的兄弟。这不是巴朗吗？项羽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知道你跟他的关系好，告诉我他在哪儿。跟你们说了，我不知道。别废话了，要打就放马过来。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跟茅房的石头一样，又臭又硬。他已经受伤了，下去拿信号枪。抓紧时间找夏雨，走。还剩下不到一个小时了，现在幸存下来的还剩十个人。剩下的这十个人里，除了蒋小鱼、鲁岩、张冲和项羽，还有老兵巴朗、水妖廖勇、水鬼赵子午，还有擅长硬气功的雷霆，和以体力见长、绰号不倒翁的姚然，还有那个一直不露面的林涛。老龙啊，这十根手指头，折哪根咱都疼啊。没办法，名额有限，咱们必须有所取舍。